委托内容上是这么写的。工作人员说，异动不是每天都发生，通常只在人流量大的时候出现。而近期人流量最大的节点，就是那场舞会。你失望了？但你的眉头刚才皱了一下。早知道就挑别的委托了。又清理废弃烂尾楼的能量异动，解决旧城区井盖下藏匿流浪体的事件，还有啊，我不是什么交际舞高手，但你是想象天才。你知道我们轮值那天是什么节日吗？如果不知道，就不会选这个了。别人都想着在那天去更浪漫的地方，只有你会问我怎么不去翻井盖。虽然顾及那天要出任务，但等舞会结束后，要不要一起去做点别的什么？虽然不想成为最闪亮的星，但不怎么会跳的话，应该也不行。你不太懂，没有偷偷练习，只是先复习一下。而且，交谊舞是两个人的事，一个人也练习不了吧。你不是也不会跳舞？意思是，明天下午，小王老师在这里等着你。小沈同学也有。这么说的话，这几天能准时见到你吗？
确实不算是新手。你想多了，也不是高手。只是以前学过一点。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刚才到底在地上找什么？踩到也没关系，反正也不会骨折。比起这个，跳舞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。要看着舞伴。真的有必要为了这个任务买衣服吗？可是白色衬衫也很白。其实我觉得这件还可以。真霸道，原来做你的舞伴还会被剥夺挑选衣服的权利。原来是这样吗？换我了，我整场也会看着你的，所以也想帮你挑一件。我喜欢这件，能不能穿它？还以为这种事情只能由舞伴来评价。我没这么说，做得好。很累吗？其实，到时候灯光昏暗，我们也只是去执行任务，不用那么精益求精。在想什么？听起来不像是好话。明白了，原来你的乐趣是看我做不喜欢的事。这样
那我们继续吧。只是觉得跟你一起练舞确实挺有意思的。既然机会难得，当然要抓紧点时间。太久没有打领带了，有点忘记步骤了。你会吗？不是你让我过来点儿。不能呼吸了。你又在看什么？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吗？算到自己了，可恶。虽然很离谱，但又莫名的觉得合理。解决了就好。这一晚上，心思都放在找流浪体上。这里没有人，要不要专心检验一下这些天的练习成果？